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，用体风水学传法讲座。咱南西乡，咱江乡长方校长，啊，咱的南科的啊阳光阿姨啊，咱各位企业家，啊，成功失败一念间，什么念？一，一者一，一者一，这是非常奥妙的真理。曾经一位阿伯，啊，伊都来问我讲：“师傅啊，啊，我俩孙啊，是了，逐工拢外口走，开始去拍网咖，拢唔听话，这唔知是啥原因哦。啊，我呐，囡仔爱住，我拢开拢足方便了，是安尼外口个偷摕。哦啊，这个真正无法度原谅哦。”嘿，细汉啊，偷牵牛啊，大汉都爱卖厝啊哦。我阿婆啊，这安尼囡仔也无听话。啊，你几个后生？我一四个后生。啊，无听话囡仔有几个？三个后生拢无听话。那么恁大汉后生呢？有啦，阮大汉后生呢，算真乖。遐囡仔呢？一两个囡仔真乖，啊！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个囡仔拢作歹，唔听话。我恁大汉后生拢咧拜公嘛吼，嘿啊，对哇、啊，你也知。啊，恁恁三后生拢无咧拜公嘛吼，嘿啊，因都现代人，因现代人，拢就恁公嘛拜一块牌啊，那有啥意思啦？哇，要死歪！哇，你这三个囝吼。公阿妈做神都不爱呀，你爱惊爱要死哦！惊那有效哩，一条锁拖几个地人啦、啊。阿三目睭金箍箍，老师你讲话那遐错咯。我那说属心啊，啥说？我讲好听无路用啊，一条锁拖几个地人。嘿嘿，哦，系啦，我哩三个囝哦，拢因受的高等教育，然后这三个囝呢？哦，拢是伫在，我在北市，我伫高雄，拢做真大个事业。我讲恁家囝子错过去啊！恁家囝做事业的成功是公妈到波比，祖先到波比，唔是伊在搞啊！那伊在搞是安那，即个囡仔大家走网咖，唔得哎！甚至食安呢，母家这三个囝头壳青烟。当当呢，谢宗庆呢，去派出所呢，去把囝抱回来，把儿子抱回来，足无面子诶！我这里，你着对老爸、对祖先、对公妈、阿祖、阿太，你都无承认，还要承认啥？所以咱这位信徒阿尚呢，足感慨，讲师傅啊，是不是我教囝失败？我你无失败，你成功。那失败者，你无可能恁囝去弄去留学倒来，才有成就的事业。但是一项呢，咱囡仔咱人观念错去啊！咱人有一个啥存在？辛苦这个壳困去一苦那死人。咱有一个灵魂的存在，灵魂的存在呀。所以咱灵魂祖先嘛，灵魂祖先是大人，祖先做工啊，咱的灵魂。另外是存在，体是单调去台，学堂个食起安尼尔，但是咱灵魂永远存在。
啊，我讲你等于，啊，我写好，我若要爱囝有效咧，家己爱对祖先爱礼敬，好、啊，搁第二，那爱囝无去拍网卡咧，家己你阿姐较接当啊拜祖先咧，啊，若要爱囝咧听话要读册咧，你应该好好啊，甲祖先公妈地去拜，那无好，我写三行好咧，好。等于呢，我马上叫咱啊，是不是呀？啊，都个 copy 开那里，那书记啊 copy 讲的，我三个囝，四个囝啊，这个 copy 四张啊，含本原稿和阿桑留作存金，起码唔知个留诶无。阿伯我那翘起的是一定是宝贝。啊啦，等于呢，和桑和阿囝叫阿囝去啊，过无偌久呢，阿桑过来啊，来了。三四个囝拢来啊，吼、哦、穿西装比咱乡长穿的款豆，内裤带一拍红的，吼、哦，这囝呢，大家拢在热啊，西装皮挺。但是每一只囝真贪着，下头暗暗，迄个下头暗暗的心有亏啦，心有亏啊，吼、哦，所以我，诶、欸，这个情形我啊，恁吼、哦、少年人。哦，无唔对，事业真拍拼，祖先啊看无到，无看，但是祖先永远伫你心肝内。啊，你要对祖先爱尊敬，你的囝才会对你有效；祖先爱拜，你的囝才会对你，哈、哦，较或者父母就较出头出来。到尾迄三个囝完了智慧啦，讲老师师傅歹势，我较早唔捌，哦，我都干那认真读书。人家变事业，我好疏忽了着祖先灵魂的存在。吼、哦、哈、啊，这三个囝呢，哈、啊、等于呢，哈、啊、我恁吼啊，用到较十当拜祖先呢，哈、啊、等于啊祖先回事呢，哈、啊、唔对，啊阿孙呢吼较十再起起来，哈、啊、叫祖先去合掌起来，请佛祖做主，哈、啊、王阿娇公帮忙。我地主，我礼敬我的祖先，阿公阿妈阿祖阿太，好、哦，请你慈悲阿孙呢，好好紧呢，等下好有智慧是好较乖。按照话阿公，无一个月遐囝爱生网卡拢无啊，爱洗个澡拢无啊。哦，阿都开始有事啊咯。迄阵我当时在去，好那里千罗禅堂，我迄阵欠钱嘛。好、哦，我唔捌你讲坏呐，你若有缘，你就来布施，大家斗敬，何人有机会来修行啊？你嘛，好、啊，伊就提一张支票了，师傅，我这吼啊，无啥物好答谢，啊，这拿提下钱，这提下钱，我来付了，好啦，无要紧啦，我帮你个冤啦，我咪叫人家提钱话，我这无去道场哦，哈、啊，这道场无去哦，你若要去的是以后，恁才跟你发生哦。好、哦，你要把好的妙法接来，咱家的迄恁的代志啊。好、哦，所以讲，咱要做事业，要做生意，一定做工啊，莫好疏忽的做空做神啊。做神三，做神接咱的香娘，做神得咱一点香。好、哦，佛祖接咱得咱一点心，神圣接咱的心，做神接咱的。因因、啊、过年过节咱有法度回来，对对，那无咧好，咱在晚风的时咱嘛啊就家己真虔诚，好，咱有心来感恩的祖先。好，另外咱就企业家，原来趁钱趁足，这钱趁过十亿，哎呢趁钱呢啊，常常伊老爸叫伊爱当阿拜祖先，啊，伊就嫌麻烦。拜祖先呢，啊，迄无智慧人在拜啦，啊，干那在拜你啊，哪有智慧？哎呦，干脆信教，吼、哦，免拜祖先呢，较方便就对啦。哈哈，这安尼吼是有够奥妙呢。一开始呢，等下个老爸老母讲，我今是信教啊。
拜祖先的代志我无要拜，我袂用压香，袂用创啥，我袂用创啥。哦，那因老爸、老母目睭哈安尼目屎流出来，来讲给我听，我无要紧啦。欢喜感恩的啦，囝那个生好的吼，伊要创啥伊的代志啦，欢喜感恩。伊赚到钱，伊就爱戒掉，那无一工凄惨落魄。伊不要要低音，不要要感恩，不要要报恩，做善因的事，真紧免三年凄惨落魄。那唔相信的话，吼、哦、老爸老母咧，听到师父讲伊的凄惨落魄，去紧张。好、哦，伊就足惊师傅讲歹，哦，师傅若讲歹，一定相应；讲好也不一定，啊，不一定。讲好伊唔怕病，要一开口放话拖我老花哩。讲歹谁敢用诶？我咪甲你甲毒，我若甲你甲毒甲上，迄是我失德，我嘴会到呢，我食饱相应，我大天宣道爱有效，拜祖先免偌济。一个早暗一个香，而且有个人，哎呦，你莫拜哦，你拜拜祖先啊，拢转来哦。哎呦，祖先本来就出名嘛。哦，你要七十五张点香了，骗鬼。祖先伫厝老爸老母，你免逐天甲问爸，我转来，阿公阿妈我转来啊。哦哦哦，恁祖先往生去啊。你都好来想好，你看到你祖先往生，那么死了后要出世八百年呢？八百年呢？要交地呢？才有机会去转世呢？啊，转世若好姻缘出世人呢？啊，若歹姻缘出世，甲我好某某，反正咱到时才甲我卡甲塌的都阿公诶，哈哈，反世安尼呢？哦，所以我都讲，来我无紧啦。阿嫂，你要嫁囝吼，歹嫁，爱用安尼去嫁，阿伯才友好。啊，等下遐囝讲呢，阿囝等下煞有滴距离啊啦。好，看了老爸咧拜公妈咧，认为老爸无智慧啦。好，看了老母咧拜公妈咧，认为老母无教育啦。吼，遐咧吼，逆天逆地，别个逆老爸啊。啊，过来讲话听，安尼哭，我你免哭，嘿嘿。一天目睭金箍箍，看伊失败，嘿，无三年，好朋友甲关咧，乌龙蛇道啦，甲关咧啊！啊，我甲你讲，我阿三个，你看，你个囝，今日无老爸老母的观念的时，这个无情无义无孝不忠的人，嘿，囡仔，你阿伯一定祖先会甲处罚，未用过继续安尼，安尼落去时，祖先喙手塞做脏事啊！嘿，过两年左右咧，有一天，一位穿西装，阿德来到玄佛寺找我，讲老师啊，我贵叔，好，我俩无家乡拜，我都不用家乡，我不用家乡，我不用家乡，啊，你要问我，我咧爱你，我咧家乡，我怎么跟你讲啊？你人家乡，甲我无共教的，我都不爱跟你讲啊。哦，这个先生呢，阿德去家乡就拜拜啊咯。我讲你有啥烦恼哟？伊讲伊的事业，啊，足借条钱，今年开始，好拢开始的缩掉呀，事业拢缩掉啊，大行都未顺啊，唔知呐。我诶、欸，你这姓我来面熟面熟哦，你的名我来面熟面熟哦，因为我母啊两年我有来问啦，甲伊甲讲我两年后吼。三年我会足凄惨的，吼哦，迄、哦那个咯，哦，免拜公阿妈迄个哦，我安尼甲讲，伊就啊，歹势啦，失礼啦，好，我卡在无底，现在咧，好，我开始事业拄着瓶颈，哈、啊，所谓啦，讲到播的嘛，就拖咧，三拢咧啦，啊，伊就甲我讲我吼，爱去顶下做我忏悔，啊，一定做我忏悔，啊，耶稣叫人爱友好。上帝天主爱叫人好，有好是大人，一得罪无叫人不好，这千错万错，爱因罪赎完，耶稣十二看心，定十二个爱看心，心就是做，心就因罪赎完呐、啊。
讲啊，六西留来答咧，啊，红红，我讲等下好啊，甲祖先忏悔，尾啊嘛是失败甲足功夫，因为你开始无祖先的观念，四大人要原谅你，唔知要偌久才原谅你，四大人祖先的祖灵全部撤退，你家己一个人无偌牛啊啦，所以各位做生意做事业。咱一定爱祖先，爱公明，一定爱拜祖先。咱的法门是提倡着拜祖、祭祖。所以咱第二空空八年哦，哈，都是咱乡长呢，二空空六年去参加着咱南口哈中华民族。联合制作台电六七万人啊，伊袂当就足歹势去哦，踢伫外口哦，煞袂当入去咧，只有看电视荧幕。遐尔侪人，世界各国拢都来参加制作，又好遐大阵。那么咱明年哦，咱元旦嘛是要制作，啊，咱希望乡长能够带队带团，还要那郭氏宗亲呐。好，你每个咱各省的宗亲，哈，恁带团集团才用十六名尔，集团才十六，因为客袂落啊，太挤袂转来啊。哦，所以各位啊，咱欢迎咱大家共同来拜祖。好，咱的身体要健康，一定爱有祖先的观念。哦，咱事业的顺势，一定爱拜祖先。祖先无得咱的三顿。咱也敢若讲，哎，祖先爱拜拜三顿，也是讲祖先年纪啊大些拜咧。你也无，咱也无送冰箱给祖先啊，对不？啊，久我拜一顿，吃一顿，伊就会饱咯。嘿，这是真趣味的代志啊！所以祖先得咱一点心，得咱一点香烟。咱每个人有一个色心，各位咱的鼻啊。好，咱鼻旁一个色心，色心呢，鼻香鼻香的色心。所以咱祖先，咱辛苦行大地以后，啊，咱有一点色心。色心呢，咱鼻的香旁，咱就回想着咱一切上天的天都妙境，天厨天顶的都书的妙境。哦，这东西发。所以咱今日我发南西乡亲这样踊跃，我足希望要讲，那方便咱一年来办一届，哈、啊，来遮讲无同款的法，无同款的道，哈、啊，咱唔在各位乡亲，唔知要我来话呢，谢谢，谢谢，啊，所以咱的妙法足些，那么明年延庆哈法师呢，到一个哦，演唱讲师咧，一个咧，每年啊，那个乡长、家人、乡亲，哦，共同过来啊，举办着传各种的妙法、佛法、道法、易经、风水，各种的真理、企业工作等等，拢在易经内面呐。在去年，我去到咱大陆东莞，哦，一个长安。啊，长安咱的台商会所举办的呢，咱的台商会啊，五六百个企业家，咱台商啊，伫遐咧啊，甲大家讲啊，咱已经大家爱学啊，做事业啦，会较顺势，风水咱大家爱学爱了解，咱公司员工啊会较和谐。我上海呢，所以遐咧啊，等于呢。啊，咱的台商各人研究的是，啊，有当时等下台湾也来找我，杨师傅啊，你去讲讲讲解以后，阮公司继续顺势的。哦，你哪有法度呢？因为阮都等下就家己改，家己看过去唔对的，阮就家己瞧。啊，你个要恁讲好阮啊，尤其像这本书，咱等下家己改嘛，家己看嘛，救人不如救家己啊。求家己不是求真真正正家己啊，这都妙法。尤其咧，咱真侪企业家，啊，我讲啊，刚解掉咱的好多意外咧，吼、哦，大家真过来拜祖先，真过来拜祖先的人，事业拢做顺势啊。那前几天我去大陆，
啊，去大陆一礼拜，啊，台湾发生一件笑话代志，啊，都五人兄弟啊，啊，老爸死啊，啊，那么兄弟还无人会拜，多其中一个咧，伊捡起拜，公妈捡起拜，要不然兄弟啊，唔爱拜公妈，结果这个拜公妈这个咧，事业直直发展，要不然直直落魄，哇，即摆咧，遐个兄弟啊咧，都咧讲。妈妈那是因要拜，抢要拜啊！啊，爸爸因那要抢要拜啊！啊啦，那个电视咧，啊，翕出来咧，都翕到咱只讲咱的发福发炮啊，咱的发炮那打住地主，翕到伊上发，就是一拜公妈的啦！哦，像咱的制服这里啊，哦，迄个咧翕出来，这里拜公妈，要其他人买拜公妈。啊！顶啊！即摆看了兄弟啊，看这个拜在拜公妈、拜祖先在换，啊！伊家人想要抢要拜，所以各位爱有智慧、智慧、智慧、智慧呀！啊，咱啊对祖先不要要友好诶，不要要礼敬祖先的人，咱爱注意。好，咱拜祖先真简单，咱啊买水果倒来，咱就先拜祖先啦，啊，拜公妈。拜拜咧，才摕予囝予孙食。啊，咱莫讲我要食啥，先算算，大家来拜祖先。咱就爱摕着就拜，拜祖先，咱才摕来食。动动果买倒来，啊，咱就拜祖先啦。啊，动动果，才拜拜才摕予阿孙来食。大家嘛乖，大家嘛聪明。哦，所以大家学易经，大人囡仔皆聪明嘛。所以拜祖先，咱唔是讲爱大鱼大肉，大缸老三物件咱来拜，有啥物果水果来拜，糖啊咱来拜，哦，比如这饼，咱老者来拜祖先，免惊人笑讲戆人，免惊人笑讲迷信，哎，笑你迷信的人，迄种朋友袂用交，嘿嘿。哦，所以各位，咱今日来到贵宝地，下加各位漫谈呢，哦，各种要爱各位要做些，哦，委婉。明年同款这个时阵前后咧，咱一旦过了过来到南西，我发觉南西我感觉足远，啊，希望各位哈赞成我来，卖讲话卖，我搁甲冻掉咧，安尼咧，咱的缘分会搁较深，搁较顺时。好，今天时间的关系，到这就到了，祝福大家事业顺时，大家大赚钱。咱啊，台北县树林市市长陈市长，啊，咱的台北县，咱的树林立法委员廖本年先生，咱文林国小张校长，啊，咱在座各位里长，啊，咱树林市啊附近。咱各位乡亲，啊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啊，咱永安在台北县，嘛是咱台湾拍铁的故乡。红桂岭，红桂，啊，这树哪是？啊，拄只有咱。啊，陈市长呢，送我这个拍铁啊！哦，拍铁的故乡，拍铁的家，啊，在咱树林的所在。我真早都有听过，讲到拍铁啊，树林全省上有名。啊，这嘛是等于一个道场的所在。树林就是道场的所在，道场就是人生的所在，人生的所在就是打铁炼钢修行的好所在。所以咱今日在树林市咧，啊，承蒙咱陈市长、咱各位里长、哈、啊、咱各界乡亲、哈、啊、甲咱的支持，咱会当。以一个社区
弘扬大家学易经，做人处事也安心。这个节目嘛好，这个妙法嘛好，咱终于伫像那啊，那个宏贵的所在。咱啊，委员，咱今日伫全国，过去拢伫各乡镇举办着啊，易经风水学个传学大会。咱今日在像那的所在，咱来弘扬着，大家学易经，做人处事也安心。啊，咱嘛希望照着咱拍戏的精神、宏贵的精神，啊，伫咱像那，咱大安市的本基地，啊，嘛是咱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总会的所在咧，大安市。伫遮用宏古的方式，大家认真观，观好烧，观好热。好热好烧的是咱台湾社会，这个光明呢，啊，世界的光明，由咱像那市这点来发起，来发扬，啊，这嘛是今日我所希望的。咱大安市，咱在台湾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，在咱好台北县像那市。大安路530号，咱第10楼啊，来到像那啊，已经7、8年啊。这中间呢，承蒙咱像那市的乡亲，互阮的信心，互阮的鼓励，互阮的爱心，互阮的支持，互阮的方便，非常的感恩。啊，咱啊，委员，今日咱就这个像那的所在。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，易经风水的妙法。咱易经风水妙法，咱的全省、全国、世界已经推动到已经3000天、3000集。每一天早是6点到6点半，暗时啊，伫卫视台11点半到12点。拢是推动到大家学易经的真理。那么过去，咱拢是伫大所在伫举办。今日咱来到像那这个所在，以社区的举办方式咧，好来于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的妙法传予大家。啊，阮这个工课是阮应该做的，阮这个工课。天所赐予咱的机会，我这个工作啊，这个任务嘛是上苍所颁予咱的，应该尽责任来做的。社会是咱大家共同的，国家是咱共同的，地球是咱共同的。那么社会、国家、地球、世界，咱既然顾着，哈、啊，咱。大家拢是有这个福气，伫地球上出世。那么当然，咱爱以个人的方便传授各种的妙法，予咱大家任何一个所在、任何一个地方，咱拢会当将中华文化易经风水的妙法传予各位家家户户，会当平安，会当和谐。哦，这也是。咱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啊，共同的天命啊！啊，都这样呢。咱市长啊，伊的鼓励啊，伊的欢迎，那、啊、我除了感谢以外呢，啊，阮这个基金会呢，在像那啊，是这点做起来服务着。咱全省、全国、世界各国的乡亲，将易经风水的妙法，伫传出去，真正化，真正化。啊，那么这8年以来呢，哈、啊，都正咱哈司仪地主咧，哈、啊，伊讲咱来这8年啊，第一届咱像那是，予咱
开这个法门，伫遮咧下弘法。事实上，咱已经八年，日夜时时刻刻，咱拢咧尽责任咧服务大众。啊，咱全省、全国、世界各国，凡是甲咱结缘咧，拢知影有一个台北馆，像哪是大安路530号，咱的大安寺。这嘛是中华民族老祖公啊圣贤所留下来的真理个妙法个因缘。今日咱伫这个宏贵的所在，咱第一呢，希望借这宏贵的因缘，哈，甲这个社会用圣贤的智慧、金刚的智慧，将咱开发出来。将易经的智慧，将风水的智慧，咱来开发。无论着王侯将相、凡夫走卒，咱拢有这个权利来领受到风水对人的福利。但是，咱嘛有这个义务来享受到风水不如法以后，身体未平安，事业未顺遂。家来未好海，种种颠倒梦想和咱的考验，所以咱今日呢，在树那的所在，咱这一个里长，都这呢，咱就是律师啊，咱的女律师呢，啊，伊讲修地藏法20多年啊，律师的天命就是救度的地狱的苦难的众生，那么律师。嘛是真大的天命，为民伸冤啊，为苦难的人哈伸冤。但是你伫要伸冤，为他们伸冤，以前呢，咱应该爱有够花好的妙法，好咱全民袂去打着违反国家法令的，袂当好咱去影响着他人。尤其呢，咱若是咱要做到这个呢，地藏菩萨一心的时，我建议大家来读易经，大家来学易经，搁读易经，学以外搁读，读爱搁行，爱去做，爱去行。那律师迄阵你都无工课好做啊？这嘛是咱所希望啊。法官，咱每个人，你都用提早下班。晚上班，囡仔先出来上课，啊，较早回来去接囡仔，回来团圆。所以，那么以前社会的和谐，我学到研究中华文化道统的易经，已经有20-30年这么多。这一来，我发觉到咱人在世间确实足无奈的，但是无奈归无奈。咱爱学道，爱精进，爱来了解着易经的真理，了解咱以其无所生。以外呢，咱爱要用易，咱要防患于未然，咱嘛爱用易。用易就是用易经的真理，咱来做自己人生的一把明灯。这就是咱今日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。全体董事会员67000多名的会员所共同希望的，共同来创造人间的净土。所以今日咱的树那伫宏贵的故乡，咱委员呢，这个宏贵大家认真加，啊，鼓励着勉励着咱基金会所有的董事，咱所有的会员，大家用这个宏贵的精神尽量加。家伙，这个合作起来，合作起来，我相信社会、国家、世界和平、天下太平，也希望在明仔真紧都到位。若是咱不要用善法，不要用妙法来保护自己，不伤害他人，然后帮助他人的时啊，咱免惊明仔烦恼未到位。所以今日
咱在树那是一个所在。如果承蒙咱的陈市长遐尼经历，啊，原来咱是社区一个社区的方法。没想到今日咱正济咱神圣大德，咱的乡亲来遮甲咱面对。啊，多谢呢，咱廖本莲廖立伟，讲师傅啊，安尼场面要无够了。哦，我你今日看了上好日，好日呢，都大家拢去参加喜事，啊，参加喜事呢，都无机会来听这个喜事的法喜，啊，都足可惜啊。啊，你无机会听参加听这个法喜，马上早起六点，叫你亲戚朋友一个月后早起六点，台视拍开，一定会看到咱这个弘扬大家合一经这个好的节目。啊，咱廖立伟啊，嘛讲，咱也会当另抓咧，咱来举办，可以七月份会使咧办。啊，七月份嘛是咱啊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，咱每一年办一件非常轰动天人法界，啊，全国大学生、大专生、暑期易经心法精进班。啊，拢百外位学员，咱免费，而且呢，和大家食穿，啊，搁免费，啊，由咱真侪教授、社会精英教授，咱的法师来个传授做人处事的妙法，或者呢，囡仔所得到的法喜，嘛是拢真正圆满。咱在七月七日到八月七日为止一个月，伫大安寺办，那么暗时咱来办。咱唔知，咱这些的像哪些乡亲有欢迎我呢？俩，啊，那我就先谢谢七月来办。咱请咱基金会啊，咱的常务董事啊，咱的秘书长严道法师呢，好，咱来积极，咱来规划。啊，希望好的妙法捧出来，给大家品尝。好的妙法捧出来，大家吃吃吃，拢营养，身体健康，心安宁。好、哦，这都是大家学已经上好方法了嘛。啊，那各位，咱树那的乡亲，啊，虽然我来八年啊，对咱的啊树那社区的乡亲，无真密切一联系，但是咱树那是乡亲，各位。拢共款中华民族，咱的子子孙孙，拢是黄地祖、炎地祖、慈吴地祖的一子孙。啊，所以咱拢一家人，同宗同源，有福同享，有福同享，有福嘛是同沾。啊，福是同沾福益，福是大家享受。那么要享受到法喜，咱一定要实在踏入来学习。咱的像哪市，咱的大安市呢？啊，咱的基金会，咱已经大学北区的教室啊，教务处设在咱大安市。啊，台北各乡镇，咱拢有咧传授易经风水佛法。啊，咱传遮济呢，伊妙法目的是啥？希望大家平安，你的平安就是我的平安，恁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，啊，恁的事业成功就是咱国家的成功，所以国家要和谐，国家要平安，社会要平安，家庭要平安，啊，事业要平安真重要，一定一定爱学，啊，风水学一定爱学。人话阿风水迷信，无做到他家正确的真理。但是你拼到要死，风水你唔捌啊？那门无解开啊，你乌难开啊？出去崩铁崩壁，出去崩条啊！顶顶厝内底灶位你摆唔对，杀唔对，哎呦！你来平安，我都唔相信。啊，最近呢？咱社会发生真侪趣味的代志，
尤其呢，最近咱有一位某一间大学的教务长，也是博士的老师，哦，培养真济优秀的教育人才，培养咱真济国家的精英。但是因缘时机到，都、就是伊的时的，哦，老爸的阿兄，哦，因为呢，细汉都死去啊，细汉。夭折，夭折以后呢，灵魂界无人超度，所以时间因缘到啊，就找咱这位博士先生、教授先生。啊，那我来时啊，脚酸手软，目睭灰金瓜，头壳空空，博士电机上熬。但是呢，这另外这位世界，所以咱今日要教个易经。架构的风水，咱不是说啊，迷信，无智慧，唔捌好多，叫做迷信。你捌世间一切事，你叫做有智慧。所以各位啊，咱来到全省各个所在开社区的方法，社区的开课的时，咱目的是要将好的物件传给大家。咱无可能挂无失败。啊，曾经。咱有一位真有名的企业家，啊，伊要投资一批公司咧，啊，一批事业咧，将近40亿，啊，40亿的代票，那么有一天伊要投资啊，啊，伊就走来问我，师傅啊，啊，我摕一本计划书，这大本，好设计个落水，买啊，一年写，每年损益70亿。存益70亿呢，看了嘴上这种流落了，好叫结果呢，我都已经甲算看卖了，我咧每年倒了20亿，伊讲哪有可能？这请专家甲算个了，哦，我请美国一电脑专家算个了，我咧讲电脑无生命，哦，城市无生命，人才有生命，人生命在迄粒心，迄粒地位。福分天理，哦，我讲唔相信你去投资啊？结果我讲诶，因为哈，这个老师啊，这个、师傅啊，一般诶算命先生，一般诶地理先生俩，一般庙诶庙公啊，因为无头路，只爱过庙嘛，安尼俩，殊不知我咧讲，我测量像哪都是计划嘛，是我办一部分啊，咱。专省啊！这所谓足是工程测量，拢我办呢，我唔是拍大诶啊！我甲讲你真肥，输我看，我要看你后山，我咪牙科医生哦，因为哎呦，嗨嘞，后山都看到啊！经过三年，我都大安市落成啊，啊，都来啊咯，老师啊，师傅啊。好、哦，你足厉害，但是你真了秀。我了秀，你未上要讲讲，我一年了20亿，我刚刚咧教练员一年个了20亿，我要收起来啦。我讲你这人有够迄个了，甲你讲袂使袂使，无智慧。我电脑算诶，电脑无性命啦，阿弥陀佛了。所以各位，大家咧学易经，做人处事也安心。大家学易经。哦，咱的事业工作会顺心就是安尼，所以易经就是大智慧，易经就让恁通往咱内在心灵大智慧的所在。一条妙法只有易经，无第二条。咱不是提倡迷信，咱是爱用大智慧。所以咱用大智慧，你就会当去了解到人生的真理，你会当了解到咱身躯边。人甲人中间，人甲事，人甲物中间呢，尤其人甲环境的关系呢，息息相关。所以咱今日来到红龟帕提亚的故乡呢，希望咱大家炼铁成钢，成为金光宝石，祝福各位。